Thank you.
主啊，我们继续为着疫情后续，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它这种功能性的失调，代谢的失调，主啊，能够早日的得着医治，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。主啊，求神你的怜悯医治姊妹的三叔，谢谢主，我们纪念这位8794的姊妹，知道他。